哟，都道歉了没啦？你肯定没啥事。你看，我媳妇心里吃鱼，真是个傻鱼啊！肥鱼啊，饭是吃不难吃啊，都称它为生化武器。吃下去了，人家都喊它勇士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它能吃不？能吃。开，就没我吃完这个东西，快点开！别喊它勇士，开！嗯。下课不？宝贝，真的不行，实话，不吃了！我都打开了，你们谁不吃都不行，被亏的。那叫卷毛，谁叫卷毛？来卷毛，卷毛，快点！我也来。First blood。来人，你看猴头，你听我的啊，你猴头。他就没那大反应。哎呦，我这，你喝不汤，你吃我呀？你赖你！下课不？快点！Double kill！你听实话，哥俩先喝口汤，百分之百的没事。先喝汤，鱼更香。下课不？对，鱼更香。来，直接拿了。啊！你那先喝口汤啊！快点！先喝口汤。你听我的，你尝尝，你能难吃？你别挠着吧，别挠，俺都吃了。咋的？往里面塞。Penta kill.